彰化县产业交流会议十三号伫县府三楼干部室举行，由行政院、经济部甲彰化县各领域代表出席，共同就台湾产业发展做交流讨论，毋忘借由官方、产业、学者三方面的合作，提升彰化甲台湾的产业，带动地方的繁荣。那彰化县是一个传统产业，我们有17000多家的中小企业，所以我们也是一个中小企业的原乡。那彰化县也是一个农业的大县哈，那北彰工业，南彰农业。那最近这两年来，我们彰化县政府配合中央发展这个绿能，那彰化县未来的产业得天独厚，就是我们离岸风电。那现在这些厂商都已经到位了全部全世界的风力发电的开发商都聚焦在我们台湾彰化，所以彰化县不仅在绿能的发展以及智慧的发展，我们会结合在一起哈，创造我们彰化县另外一个造园的产业群聚在我们彰化。彰化有自然环境特别好，是绿能发展的条件。透过海陆风能、太阳光电、生物质能以及绿能应用四个方向共同发展，结合国内外资源，和世界看到彰化的转变。公益频道市世昌彰化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彰化县政府这次办这个产业政策交流的会议，那我们邀请行政院科技部执行秘书来这里主持。那彰化县是一个传统产业，我们有17000多家的中小企业，所以我们也是一个中小企业的原乡。那彰化县也是一个农业的大县哈，那北彰工业，南彰农业。那最近这两年来，我们彰化县政府配合中央发展这个绿能，那彰化县未来的产业得天独厚，就是我们离岸风电。那现在这些厂商都已经到位了全部全世界的风力发电的开发商都聚焦在我们台湾彰化，所以在这个绿能的风力发电的开发以及太阳光电的开发，我们彰化县可以说是领先全国。所以中央地方合作，我们在2030年未来达到这个我们彰化县成为一个亚洲绿能智慧中心，配合中央的政策，2025年能够达到飞鹤家园。所以彰化县不仅在绿能的发展以及智慧的发展，我们会结合在一起创造我们彰化县另外一个造园的产业群聚在我们彰化。